Hello 呀，伟哥。都说钟馗的钩子很溜啊，原来还不相信。今天玩了一把之后，是真的相信了。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钟馗的钩子，能千里之外啊，将人从泉水里面勾出来。刚升到四级之后啊，准备是拆中路塔，但是还没有拆掉多少之后，对方的钟馗就赶过来，然后我被打的就剩一格血，啊，躲到对方蓝 buff 这边草丛里面啊，准备回城。然后因为我以为这个时间差不多就可以回城了啊，然后这边他过来准备勾，哎，我这一瞬间就被他从泉水里面勾过来啊，然后再开一个大招，我的一技能都无法阻挡，结果直接活生生的被吸死。我们再看一下慢动作啊。只要这一瞬间钩子过去，我也刚好回城。哎，我去，这千里之外直接把我拖回去啊，我也是醉了。哎呀，这下是真的佩服钟馗的钩子了。好，那么本期就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关注我一个人民广播公众号，或者头条号一个记住啊。大家有没有被钟馗的钩子玩过啊？是有什么特别的玩法？欢迎大家视频评论留言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